呢个系2011年9月2号，同阿猪仔同阿放士，我去澳门坐呢个巨龙，船票就88蚊，航程时间75分钟。仲话定系个 B B 要你帮我带佢去厕所啊？啊，船好大只啊，分咗两 part， 呢度系船尾。呢边就是船头啦，得两个部分。啲坐好多人喎，啲船都可能坐500个到。司机，得啦，嗱到啦，我哋好准时噶，话5分钟，5分钟。啊，呢两个兄弟，嗰个猪仔，嗰个阿放，啊，咁啊，梗系啊，捧场啊，好得啦，好啦，开始，得，好点啊？OK， 唔該。你上車得噶啦。啊，依家就去食飯先。情侶南路嗰間。情侶南路嗰度啊。嗰間啊，龍軒啊。啊，好快啊，5分鐘先。啊，5分鐘啊！啊，到達呢個情侶南路龍軒酒樓食晚飯，啊慳電啲俾你啲，一踩上去就要行快啲嘅。另外加錢嚟炒鬼嗰啲，收唔收啊？加幾錢啊？加多20蚊。誒，冇鬼嘛，炒骨啊，唔好啦，唔好骨啦。骨你招險啦。係啊。跟曬。好啊，咪炒頭骨冇用啊。跟曬。我保住68蚊斤，龍尾268，35。起片炒頭啊，老細，係嘛？係咯係咯，起片炒頭啦。蘇子巴。係啊。正斗啊。呢個幾重啊？20左右斤。哇！幾斤斤你咋？呢啲168。168。我咪2000幾蚊。一條。我俾你拍下啲喎。呢條魚都冇錯，呢條就拍。白花魚200幾錢。白花魚啊？呢幾斤斤啊？呢啲40零。哇！爭好遠喎！呢啲養魚嚟㗎嚇。呢啲魚200零20錢，呢啲魚細條好食嘅。有幾重啊？呢條魚？呢條8-9斤。嚇，八斤到，都係300幾蚊嘅喎，嚇，啲炒球好食啊！啲好嘅，又喺啲嘅，啲就唔係海魚嚟啊！係啊，刺身都得嘅。養嘅嘛？呢條魚嚟嘅。呢條就野生嘅，呢條。哦，嗰條野生嘅斑，啲海參咧，海參38蚊斤。呢啲一般就。呢啲都幾斤斤嚟啫？呢啲130、120咯。128蚊斤，都貴喎。130、120。我幾重多啦，海鮮。我啲斤半打上啦，2斤。放個2斤啦。一般都係斤半至斤半。好大條好似。有啲係2斤到。我當我2斤啦，幾斤斤你呢度賣？1.3幾。啊，1.3幾咪200幾蚊，一條200幾蚊。玩弄錢好啊！可以啊，你可以做盤錢啲啊。喺度啲菜啊，好多菜。
種女啊。飯啊，好大龍噶，唔好叫得啦，得啦，唔好話佢叫叫多龍啊，大家食都食唔曬，三個人啊，三樣樣啊，仲有幾樣鬆尾刀啊，我呢個生魚炒球啊嚟啊，啊幾靚啊，又有西蘭花，又有西芹。今天是2011年9月3日，在龍軒酒樓喝早茶。齊曬啦，都要九樣嘢喎。呢個2011年9月3日下晝1:33，啊呢個威尼斯用左香芋果加埋手信。郭公子買齊未啊？哇，唔豐收啊！佢唔賭錢嘅喎，佢唔賭錢嘅錢嚟買嘢喎。放卡，啊要啊要要。中秋月餅啊？呢個係酥皮嘅，花好月圓啊，酥皮月餅。